我知道今天是24节气的大寒，也是最尾后的一个节气。今天这句俗语是大寒日惊南风起，冬日上气落雨时。大寒，冬天的天气是永早农业社会重要的指标。这一天若当北风，天气就会较寒，表示明年会有好收成。若准讲是透南风，天气就会较烧热，安尼就较歹收成。大寒这天确实有落雨，明年的天气就较无照季节的变化，会较无稳定，定着会影响着农作物的生长。